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讲故事学中文，讲故事学中文。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买椟还珠，买椟还珠。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好，那这个故事叫买椟还珠，买椟还珠。好，我们来看一下买椟，椟就是 case, casket, 椟。In modern language, we do not use it for case anymore, 椟, but just for you to know, 椟 means case, casket. 好，买椟还珠，还，还就是 return, 我们可以说还书， return books, 还书。好，那买椟还珠，珠就是 pearls, 珠。好，那这个就是珠，我们也可以说珠宝，珠宝。好，买椟还珠。好，那我会先说一下故事里每一句话的意思，然后我们会复习生词，接着我会读这个故事没有拼音。好，最后我们会回答几个问题。好，那现在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楚国商人。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楚国商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好，春秋就是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战国就是 Warring States. 好，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楚国商人，楚国，好，这个国家是楚，好，楚国商人，商人就是 businessman, 商人。好，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楚国商人做珠宝生意，做珠宝生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做珠宝生意。好，那这个就是珠宝，珠宝。好，做珠宝生意。好，我们来看一下生意，生意。好，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生意，生意，他很会做生意。他很会做生意。好，我们会用做，这个 verb 是做，做生意。好，这家饭店的生意十分兴隆。这家饭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好，那这个十分就是特别，非常，很，兴隆。好，我们看到很多人去这个饭店吃饭，那我就可以说这家饭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做珠宝生意。好，那这个楚国人呢，他做珠宝生意。他准备带些珠宝去郑国卖。他准备带些珠宝去郑国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准备带一些。好，我们看到带些就是带一些，这个一 is skipped。好，他准备带一些珠宝，他做珠宝生意。好，他准备带一些珠宝去郑国卖。郑国，好，那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郑国。好，他准备带些珠宝去郑国卖。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了，为了。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他想学好中文，为了能和爷爷用中文交谈。他想学好中文，为了能和爷爷用中文交谈。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好，我们来看一下吸引。吸引。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吸引，吸引。这些漂亮的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些漂亮的花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购买。购买就是买的意思。购买 sounds more formal。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就是为了吸引人们买他的珠宝。他用上等木材打造了美丽的木盒子。他用上等木材打造了美丽的木盒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用上等木材。好，上等就是最好的，最好的。好，他用上等木材打造了，打造就是 create, make。好，打造，打造了美丽的木盒子。好，美丽就是漂亮，非常漂亮的，非常美丽的木盒子。他用上等木材打造了美丽的木盒子，并且选用名贵的香料，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迷人，并且选用名贵的香料，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迷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并且选用。好，我们来看一下选用。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选用，选用，这种茶是选用上等的茶叶制成的。这种茶是选用上等的茶叶制成的。好，那上等的茶叶，上等，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最好的。好，这种茶是选用上等的茶叶制成的。并且选用名贵的香料。好，名贵，名贵就是有名而且非常贵，就是名贵，名贵的香料。好，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迷人。好，那这个熏呢，是一种 a kind of sweet grass。 那在这里呢，这个熏呢是一个 verb。It means to make something fragrant by using sweet grass. 好，那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香气就是 aroma, 迷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迷人，迷人。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迷人，迷人，他的笑容很迷人。他的笑容很迷人。好，那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迷人。一天，在集市上，有个郑国人拿起商人的盒子。一天，在集市上，有个郑国人拿起商人的盒子。好，那一天就是有一天，在集市上。集市就是 market。 好，在集市上有个郑国人，就是有一个郑国人，拿起，拿起就是 pick up, 拿起商人的盒子，仔细端详，最后出高价买下了它。仔细端详，最后出高价买下了它。好，我们来看一下仔细端详。仔细呢就是非常认真。好，仔细端详。好，我们来看一下端详，端详。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端详，端详，
他端详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了他。他端详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了他。好，那这个端详呢，就是非常仔细，非常认真的看。仔细端详。好，那这个郑国人呢，他仔细端详，最后出高价买下了他。最后出高价。好，在这里呢，这个出就是花的意思，花高价，高价就是很贵的价格，很高的价格。好，这个价就是 price， 价格，出高价买下了它。这个它呢，就是这个盒子。好，仔细端详，最后出高价买下了它。珠宝商非常高兴，珠宝商非常高兴。好，珠宝商就是珠宝商人，但是我们不说珠宝商人，我们说珠宝商，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人。珠宝商非常高兴，可是那个人没走几步就回来了。可是那个人没走几步就回来了。好，走几步，几步就是 a few steps。 好，那个人没走几步就回来了。他取出里面的珠宝，对珠宝商说，他取出里面的珠宝，对珠宝商说。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取出，取出就是 take out， 取出，取出里面的珠宝，就是取出盒子里面的珠宝，对珠宝商说，刚才走得匆忙，竟然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刚才走得匆忙，竟然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走得匆忙。好，匆忙就是 in a hurry， 匆忙，走的匆忙，竟然没发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竟然，竟然。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竟然，竟然，刚才还是晴天，现在竟然下起了大雨。刚才还是晴天，现在竟然下起了大雨。好，那这个竟然就是没有想到。好，那刚才走得匆忙，竟然没发现，发现就是 discover。 好，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好，这个颗，颗是 measure word for 珠宝，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一颗珠宝。好，竟然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就是有一颗珠宝，这个 E is skipped。 好，那我们再读一遍，刚才走得匆忙，竟然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我是专程来归还珠宝的，我是专程来归还珠宝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是专程，专程。好，那在专程的后面我们会说一个 verb。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专程，专程，儿子这个周末会专程坐飞机来看望他们，儿子这个周末会专程坐飞机来看望他们。我是专程来归还珠宝的。好，那这个郑国人呢，他是专程来归还，归还就是还的意思。好，那我是专程来归还珠宝的。原来那人喜欢的不是珠宝，而是精致的盒子。原来那人喜欢的不是珠宝，而是精致的盒子。好，那原来，原来就是 it turns out。 原来那人喜欢
好，那人就是那个人，这个个 is skipped。好，那人喜欢的不是珠宝，而是。好，那这个而是在这里呢，就是 but， 而是精致的盒子，精致，精致，就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漂亮的，非常美丽的，精致的盒子。买椟还珠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买椟还珠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好，那这个买椟还珠是一个成语，成语就是 idiom， 成语。好，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能像买椟还珠的人那样，做事情不能像买椟还珠的人那样。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好，我们来看一下注重，注重。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注重，注重。他们公司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他们公司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好，质量就是 quality。他们公司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只注重事物的外表，外表就是 appearance， 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本质就是 essence。好，那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只有才能，只有才能 ，only then be able to。好，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取舍，取就是 get， 舍就是。Get rid of， 好，取舍，在这里呢，就是 choice 的意思。Make a choice， to accept or to reject， 取舍，好，才能取舍得当。好，我们来看一下得当，得当，得当。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得当，得当。他安排事情安排得非常得当，他安排事情安排得非常得当。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好，那这个就是买椟还珠的故事。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买椟还珠，好，那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买椟还珠》。生意，生意。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楚国商人做珠宝生意。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楚国商人做珠宝生意。为了，为了，吸引，吸引。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选用，选用。迷人，迷人。他选用名贵的香料，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迷人。他选用名贵的香料，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迷人。端详，端详。有个郑国人拿起商人的盒子仔细端详，有个郑国人拿起商人的盒子仔细端详。
竟然刚才走得匆忙，竟然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刚才走得匆忙，竟然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专程，我是专程来归还珠宝的。我是专程来归还珠宝的。注重，我们不能只注重事物的外表。我们不能只注重事物的外表。得当，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好，那现在我来读一下没有拼音。买椟还珠。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楚国商人做珠宝生意，他准备带些珠宝去郑国卖。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他用上等木材打造了美丽的木盒子，并且选用名贵的香料，把做好的盒子熏得香气迷人。一天，在集市上，有个郑国人拿起商人的盒子，仔细端详，最后出高价买下了它。珠宝商非常高兴。可是那个人没走几步就回来了。他取出里面的珠宝，对珠宝商说：刚才走得匆忙，竟然没发现盒子里有颗珠宝。我是专程来归还珠宝的。原来那人喜欢的不是珠宝，而是精致的盒子。买椟还珠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能像买椟还珠的人那样，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好，那最后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这个楚国商人做什么生意？这个楚国商人做什么生意？对了，这个楚国商人做珠宝生意。这个楚国商人做珠宝生意。好，那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打造了美丽的木盒子，并且把盒子熏得香气迷人？他为什么打造了美丽的木盒子，并且把盒子熏得香气迷人？对了，他是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为了吸引人们购买他的珠宝。好，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买了珠宝的郑国人又回来了？为什么买了珠宝的郑国人又回来了？对了，因为他专程来归还珠宝。他专程来归还珠宝。好，那第四个问题，这个郑国人是喜欢珠宝，还是喜欢那个精致的盒子？这个郑国人是喜欢珠宝，还是喜欢那个精致的盒子？对了，郑国人喜欢的不是珠宝，而是精致的盒子。郑国人喜欢的不是珠宝，而是精致的盒子。好，那这个不是
耳饰。好，那第五个问题，买椟还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买椟还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对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我们不能只注重事物的外表，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只有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取舍得当。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A transcript of this story is available in our membership area. 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谢谢。